七月苍穹，好戏连台。天文预报显示，七月天宇将上演水星东大剧、火星冲日、月全食等多个精彩天象。七月十二日，中国天文学会会员、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志恒介绍，这是水星今年的第四次大剧，本次大剧观测条件还算不错，如果天气晴好，大气透明度好的话，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日落后的西天北方向低空中找寻到水星的身影。作为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天象，火星冲日将在7月27日震撼上演，这是15年一遇的大冲。在观看了火星大冲之后，整天有红月亮美誉的月全食天象奇观将惊艳登场，届时我国除极西部地区可以观测到月全食过程外，大部分地区可见钻石月落，巨星华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